嗱，呢一段片咧就想同大家補充下2015年 Pass Paper 啊，DSE Math 裏邊嘅第14条嘅 B part， 咁佢要做啲乜嘢？呢個 Method Two 嚟嘅。咁啊，佢咧就係要證一條公式。咁啊，而家佢用嘅方法咧就係直拆啊，直接代個數落去，將 HK 代落去。個 circle equation 度 x y 啦，跟住 h k 啦，跟住 r square radius 點揾咧？就係我哋用 two point distance 嘅，用兩點式去做，咁啊錯咗呢嚿嘢。然後做一輪出 algebra 之後，最後剩啲乜嘢就係呢嚿嘢啦。咁呢嚿嘢就係咩啊？2x square 加 2y square 減 4xh， 跟住減 y 嘟嘟嘟嘟。咁呢堆嘢咧就 given 俾你嘅，要證佢。咁啊，但係考試局個 marking 咧都係冇咗上高嗰扎嘢嘅，所以好多學生根本做唔到落去下邊呢一度噶。咁而家我將呢一堆嘢補充翻俾大家先。咁呢個亦都顯示出考試局幾咁刻薄。咁當然啦，你可以用 method one 做就簡單啲啦。咁但係有啲學生諗到 method two 噶嘛。咁點解決咧？我將呢個 show 翻俾大家先。一要同類歸邊。咁樣你發現咗啦，呢個 y 呢個有 y 嘅，擺埋一齊先，同類歸邊。跟住呢一個搬過嚟，咁又加搬過嚟變減啦。呢、這個加搬過去變減啦，咁啊照差嘅啫，難度唔高。咁啊，然後通過觀察你發覺一嚿嘢嘅 square 減一嚿嘅 square， 一嚿嘢嘅 square 減一嚿嘢嘅 square， 喂、right? ，咁啊跟住然後你就諗起咩 ？factorization 公式 ，a square 減 b square，a square 減 b square， 然後 fact 中 fact，a 減 b，a 加 b， 咁啊記住個口訣喎，先填括弧後填窿，首先打兩個中括弧先，然後兩個小括弧填落去，跟住再將個數 x 減 h，h 減四懟翻落去。然後做完呢 part 之後下一步就將個小括弧滅咗佢。咁啊，將個小括弧滅咗嘅目的何在啊 ？simplify 個數。咁我滅咗佢之後，負咁啊負 h 啦，負正得負負得正，咁變咗正四啦。跟住呢一邊都係一樣啦，呢邊簡單啦，因為佢加啫嘛，咁啊照抄。然後咧就將負 h 負 h 變咗負二 h 啦，四啦。跟住呢個 h 弱咗啦，係咪正負嘛？咁 x 減四。然後將 x 乘落呢度，減四再乘落呢度，咁啊就掰開呢嚿嘢。咁啊 x 乘 x square 啦。2xh 啦，跟住加 4x 啦，跟住呢個乘落去就變咗做咩啊？減 4x 啦，四餘八就 8x 啦，跟住正負得負，跟住四四一十六變咗16，咁啊跟住然後咧就呢兩個 4x 約咗，咁啊照抄翻 x square 減 2xh， 跟住然後減 8x 減16，咁呢一 part 做完噶啦，咁我哋挑戰呢一 part 啦，呢 part 難度相當高，大家要記住一點，我哋最怕嘅就係分數。咁有好多學生話我通分母咪得咯，得嘅，不過就難好多，所以我教大家一種方法。將個份數滅咗佢，點做呢？將個四分一抽出街，因為佢有 square 嘅，四分一抽出街就變咗四分一嘅 square。咁四分一抽出街之後，呢、這個四固之然冇咗啦。咁呢度點搞啊？補翻個四俾佢，變咗四咯。呢、這、一個冇四噶嘛，補翻個四俾佢，下邊冇咗，咁就變成咁樣，咁就靚仔好多，好做好多啦。咁亦都同時見到一嚿嘢 square 減一嚿嘢嘅 square， 又係頭先嗰招，兩個中括弧。咁啊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哋就發現咗呢嚿嘢。減後面一嚿嘢，咁啊照抄呢嚿嘢啦 ，OK， 然後減後面一嚿嘢，四 y 呢個嘟嘟嘟，好啦，跟住然後 ending 點辦啊？跟住然後 ending 咧就係加，咁啊呢一嚿嘢嘟嘟，啊呢嚿嘢即係呢嚿嘢，加後面成嚿嘢，成嚿嘢懟翻落去先啊 ，O 唔 OK？ 加四 y， 跟住就係呢個咩啊？正負得負負呢嚿嘢照抄，咁呢個減噶嘛，咁啊即係減呢嚿嘢，咁啊減四 y 啦，跟住負正負負得正咧就呢嚿嘢照抄。好啦，跟住然後唔好亂做喎。呢、這個發覺呢個同類喎，加個二俾佢，跟住呢個就係我哋叫做四減四 y。點解係咁做咧？因為我準備抽出加。好啦，跟住呢嚿再簡單啲啊，呢兩個同類嘅減完加咗即係冇咗，得翻中間呢嚿啊呢個 ，O 唔 OK 啊？咁呢一個咧就係四加四 y 嘅。咁而家呢度有個四 common factor 抽出街，呢個抽咩啊？抽四定抽二啊？梗係抽四啦，抽二嘅。咁二抽街，四加四二餘八，咁即係換句話説，十六 over 八即得翻一 over 二嘅啫。呢邊 OK 得唔得？好啦，咁啊而家呢度冇咗個二抽出街嘛，呢、這個冇咗個二抽出街，剩翻二咯，咁就二減二 y， 呢個四抽出街就變一同埋一啦，一加 y， 咁啊然後呢個二就搬過隔離呢條式嗰度，就變咗二 x square 四二餘八呢個。二啊，二餘四，跟住然後咧就係呢一嚿，咁啊二百一十六，跟住咧就係二，就三廿二減三廿二，咁啊二啊解決咗啦，咁啊到呢一邊處理佢啦喎，呢邊簡單啲啦，咁將呢個嘢就係包佢三 h 加五廿九加二減二 y， 呢邊係冇得做嘅，一加 y， 咁啊然後一乘過去 y 乘過去，嗱呢度我飛咗少少 step 嘅，五廿九加二咧即係六廿一嚟嘅，咁所以咧就會見到六廿一嘅，得唔得先？咁然後就係 3x 加 61 減 2y， 點解一乘落去嘛？跟住 y 咧就係 3xy， 跟住然後咧就係 61， 做法簡單 ，61y， 跟住然後減 2y square， 點解呢個 2y 呢個 y 嘛 ？y 咪 y square 咯，二正負二負二 square。好啦，跟住搞掂曬之後就最簡單部分 lock 起佢啦，因為個答案俾咗你噶嘛，咁你就將 2x square 擺前邊，將呢個 2y 搬過去就減變加 2y。
跟住四 X X 上冇得做嘅，照抄。好啦，跟住然後要做嘅咧就係我哋叫做所謂嘅 Y， 咁啊 Y 點搞咧？咁呢度有個 Y 啦，三 X Y， 跟住呢度有個 Y 啦，呢個六啊一 Y， 咁啊六啊一 Y 減二 Y 就變咗做正五啊幾啦，啱啱先五啊九啦，咁咧就五啊九喺呢度，見唔見到？咁啊呢個三 X 就照抄啦，咁擺翻上去呢度。咁啊點解減嘅？因為你要調過加噶嘛，加唔調過減咯。好啦，跟住然後 end 頂就係呢一格啦，十六 H。十六 H 嘅話，你見到呢一度有三 H， 十六 H，OK， 呢個係減嘅，負嘅，見唔見到 ？OK， 咁啊十六 H， 跟住然後 ending， 咁啊呢一度就減十三 H， 跟住呢一度咧就減三廿二，就 combine 埋個六十一，啊 O 唔 OK？ 調個片減，加埋咧就剛好咧，我哋就叫做咩啊？減九廿三等於零，咁樣樣就叫做到啦。咁啊，我希望幫到大家。